趣频道过百亿栏目大型戏迷圆梦活动，黄梅新搭档重磅来袭，五湖四海的黄梅戏爱好者齐聚一堂，展现属于他们的舞台魅力。来自安徽金寨，山东临沂，广东广州，来自上海，黄梅戏名家黄希德、杨俊、蒋建国、吴亚玲，将与最优秀的选手同台献唱。我对杨老师不是特别崇拜，奔着黄兴德老师来的。吴亚玲是我心中的女神，希望能得到蒋建国老师的认可。非常的出色，一点就通，选得非常正确。唱到这个水平，与他这些天的这个努力啊分不开。黄梅新搭档，风采齐绽放。我的黄梅新搭档是你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过把瘾栏目和安徽卫视相约花戏楼栏目联手打造的大型戏迷圆梦活动黄梅新搭档。黄梅新搭档今天呢是收官之作，我们四位重量级的黄梅戏名家和评委经过认真的筛选，选出了四位优秀的黄梅戏戏迷，他们经过认真的准备，将精彩的黄梅戏唱段带到了今天的舞台上，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期待他们做精彩的演唱。今天啊，我们的黄梅戏名家除了和搭档演唱之外呢，他们还要推荐自己邀请到的助阵嘉宾现场演唱黄梅戏。这些嘉宾啊，可能会让大家有意外的惊喜。首先说，我们这些黄梅戏界的大腕们本身自己的分量就已经够重了，是再加上他们请来的神秘嘉宾，我相信啊不会让大家失望，一定会让大家满载而归。那今天我们首先登场的大腕是谁呢？这位呢是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她扮相俊美，气质温存，表演含蓄。她是舞台剧《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是《雷雨》当中的凡一，是《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她就是黄梅戏名家吴亚玲老师。
今天啊，吴老师将和选手温俊俊共同为我们带来《遍地月光》选段。有请，有请。和您的搭档啊，温俊俊，很多人估计都看过温俊俊的演唱了啊。这些年在舞台上呢，也是不断的历练，成熟了很多。今天要问一下吴亚林老师，您的搭档今天表现怎么样啊？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不简单，不简单。表现非常出色，这已经是最高评价了啊。您自己觉得呢？这也是吴老师对我的精心细心的教我，教我早上。那个教的身上的汗都湿透了，是吗？亲自教导你的每一点每一滴，一点一滴，一照一式，每一个唱段。因为这出戏吴亚林老师是很熟了，但是温俊俊你之前好像没有怎么唱过哈。因为这个是吴亚林老师近年的新作嘛，对对对，还不是很熟悉。嗯，但今天表现还不错，老师已经表扬了啊，我们也掌声送给温俊俊。我们今天说了，每一位黄梅戏的名家呢，都要邀请一位助阵嘉宾。吴老师，您今天邀请的是谁呀？哦，
我今天选来了一个草根歌手哦，朱志文。朱志文他会唱黄梅戏吗？他也酷爱黄梅戏哦。那么我们就请他为大家唱一段《龙归大海》，怎么样？好，来，掌声有请。戏迷圆梦活动黄梅星搭档，从报名的100多位戏迷当中，35进20，20进到4，层层选拔。来担任点评嘉宾和评委的一共有9位黄梅戏名家，他们呢给戏迷进行精心的点评指导，使所有的戏迷朋友受益匪浅。在第一阶段当中，有2位黄梅戏名家梅花奖得主，一位是孙娟，一位是何云，接下来即将上场为大家带来精彩的黄梅戏《小乔出》。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名家，可以说在他的整个艺术的人生当中啊，创造了很多的角色，而且这些角色都深入人心。实话实说，让我在台上背我都背不下来，所以呢，我就给大家说几部他的代表作。他在《逆火》中扮演柴梦轩，他在舞台剧《龙女》当中扮演姜文玉，《风雨丽人行》中的连泉，《雷雨》中的周平等几十个艺术形象，以扮相英俊、嗓音明亮著称。他就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蒋建国。今天他携他的戏迷弟子陈君子为大家带来他的拿手戏《雷雨》的选段，各位掌声有请。自己的命运，我
这么优美的表演，画面非常的美啊，唱的也特别特别的委婉动听。蒋院长，这几天跟陈君子之间的交流，今天的表现点评一下呗。我认为这个小陈今天晚上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小陈不仅仅这个身段好啊，形象好，应该说这艺术感觉也挺好，而且特别的聪明，就一点就通，一点就通，能够得到蒋院长那么高的评价少啊。因为蒋院长旗下多少大将啊，个个都很厉害哈。那今天蒋院长来到我们的现场，同样也请来了助阵嘉宾，对吧？是是是。您请来的是哪位呢？我请来的是火箭军政治部文工团的著名歌手金波。金波，哎呦，和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青年歌唱演员陈立元。您说的这两位我还都认识，但是呢我只听过他们唱歌，没有听过他们唱戏。对对，今天晚上他们为我们大家表演一段黄梅戏。好，来，各位掌声有请。请个礼，和气和气嘛。哎，当家的，你是从哪儿来哟？我从赶上来呀。那赶上又没是很晚的噻。哎，今年赶上啊，热闹哎，大放花灯嘞。啊爷爷爷，我就是欢喜看灯啊，走，看灯，看灯去哟。急忙行，不觉来到汴梁城，夫妻二人上南京，抬起头来看呐、看花灯啊。东也是灯，西也是灯，南也是灯，南不也是灯，四面八方呢。
是全是美满堂。要说到我们这个喜爱歌唱的歌手哈，现在也特别喜欢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哎，要说到戏曲艺术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也爱唱。嗯，比如说咱们主持人吧，我就觉得今天这么一个盛会，那么多的嘉宾都来了，这当中有歌手，当然也有我们大家认识的艺术家，嗯，还有那些戏迷，嗯，这能缺主持人表演吗？常言说呀，唱什么吆喝什么。哎，翻过来说呢，就是吆喝什么唱什么。嗯，那么既然咱们每天都主持戏曲节目，嗯，咱们是吆喝戏曲的，是不是也应该学唱两句呀？哟，那您先唱，唱两句合适吗？大家想听还是不想听啊？这样啊，啊，今天呢，咱们是过把瘾栏目和相约花戏楼栏目完美的合作。哎，那咱们俩是从北京来的，对，咱俩客人，先应该让着人家安徽的主持人唱啊。有道理，好不好？那这样，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安徽的朋友们特别熟悉，哎，相约花戏楼主持人哈，他们可以说是多才多艺。马莹，马莹为大家演唱一段，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来，哎。黄梅戏名家了，他呢可以说是生长在安徽，活跃在湖北，他有很多的黄梅戏的代表作，比如说像《孟姜女》《双下山》《貂蝉》等等。他是谁呀？没错，来自湖北戏曲艺术剧院的院长杨俊。那今天呢，他将携他的新搭档戏迷方基平共同为我们带来他的代表作，我们掌声欢迎两位。
陈墙上跑马难回城，那些纷飞灯郎西，半空点灯灯不灭，春风摇摇灯郎西，重燃在今宵，我为你对楼换那阴山一曲苗，我为你别离愁，万里沙场苦煎熬，我为你拍影单夜半渡剑深深敲，我为你明月上柳梢，渡剑深深敲，明月上柳梢，情人难见恨难消。谢谢两位，杨静老师啊，千挑万选到最后选的我们这位主持人出身的哈、啊、戏迷方吉平，今天这合作觉得选错了没有？没有，啊，选得非常正确，哎，他来得非常的快，嗯，啊，也非常进入人物，感觉啊，虽然我们合作就短短的几分钟吧，嗯、但是感觉挺专业的，哎。那今天杨静老师来到这里，我听说同样你也带了自己的助演嘉宾，对不对？啊，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两位外国朋友，哦，唱夫妻双双把家还，啊，外国人唱夫妻双双把家还，对，非常好呀，哎呦，太期待了，我们赶紧用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好不好？来，有请。Thank you.
朋友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位黄梅戏名家是中国当代黄梅戏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他被安徽省政府授予了繁荣黄梅戏事业表演艺术家的称号。那么他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黄梅戏艺术家黄新德老师。我们接下来有请黄新德老师带着他精心挑选的一位戏迷胡娟，共同为大家带来《风尘女画家》当中《海滩别》的唱段，掌声欢迎二位。Sweet.
感谢我们的表演艺术家，使我们的年轻人圆了一个梦。宝乐，我也告诉你个秘密，哎，他居然因为小时候爱黄梅戏，但是中间由于工作多年没有接触黄梅戏，当初不知道《海棠别》是什么，真的，根本不会唱哦，所以他现在能唱到这个水平，与他这些天的这个努力啊分不开。主要您的辅导。哦，那我不敢，不敢，不敢。今天你圆梦了，我希望有朝一日你替我圆一个梦。啊，那将来以后站在这个舞台上，啊，我拜黄老师为师，你给主持怎么样？哦，可以，没问题。黄老师是我的偶像。那就太荣幸了。我跟你讲啊，这点啊，诸位啊，宝乐名气很大，但是这个著名的主持人，但是有一点，他对我们黄梅，他会唱很多戏曲，他对黄梅戏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安徽人的骄傲。哎呦，不敢不敢。我们要掌声感谢他。今天呢，台上有4位主持啊，3个都唱了，那怎么办呢？就为他没有开金口。这样的，黄老师，我们能饶过他吗？行，那我今天呢，我邀请一位黄梅戏名家跟我一起来演唱。哪一位？黄梅戏名家当中有一位跟我一样姓赵，叫赵媛媛。哦，啊，我们兄妹，我们兄妹二人共同为大家演唱一段黄梅戏，好不好？哪一段？好，没问题。刘海戏金蝉选段，15的月亮为谁圆？黄老师，今天呢，我是小试牛刀，当然您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您得多指教。不敢不敢。我呢是个抛砖引玉，接下来呢，我希望您推荐一位黄梅戏名家为大家演唱。因为我年龄比较大，我就倚老卖老，
我推荐一个我觉得不过瘾，我要推荐两个可不可以？那就更好了啊。谁呀？我推荐一位男士一位女士。男士呢就是我的学生周刊，然后呢再推荐一位大家人人都喜爱的，嗯，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人称小严凤英的吴琼。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黄新德老师的得意弟子周山上场。劝小姐莫悲伤，暂且忍受心宽放，待等大腿尽透彻，我们一道回顾上。你们好吗？好。
朋友们，大型戏迷圆梦活动《黄梅星搭档》到这里就完美落幕了。我们衷心的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我们这次活动的支持，掌声送给大家。黄梅戏从采茶小调到闻名全国的大剧种，从安徽走向全国，从中国走向五洲四海，这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喜爱黄梅戏的戏迷，那么多的黄梅戏的名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衷心的祝愿黄梅戏的明天越来越好，越来越发扬光大。黄梅星搭档让黄梅戏的名家和戏迷票友们同台演出，这样的梦想得到了实现，也让我们的观众欣赏到了一场无与伦比的精彩，收获到了一份又一份的感动。让我们永远的爱黄梅，让我们永远的唱黄梅，让我们的黄梅能够传遍天下，愿黄梅花儿绽放天涯。妆玉镯美四方，美四方。群英会的翠，成秋美。琴瑟和鸣，情一场，情一场。